こで、やっぱぽー、ぽー、やっぽー、やっぱー、やっぽー、ぽー、わおー、わっぽ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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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ぽー。鹦鹉是一种非常善于模仿、学习的鸟类。网络上经常可以看到不少人发出家中鹦鹉学主人讲话、唱歌的表演片段。不仅如此，一名听障人士苏淑娟就在脸书社团发出自家鹦鹉玻璃能看得懂手语并讲台语的片段，让不少网友看到后纷纷大赞太厉害了。Bye-bye.